小众答题超强超帅气，王彩桦忍不住深情告白。Aloha 是哪一个地区的打招呼用语？ Aloha 夏威夷，正确。岳飞将军是哪一个朝代的人？宋朝，正确。四书是指哪四本著作？论语、孟子、中庸、大学，正确。哎呦，抢到了！你没有加线吗？加线多了。对，加说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在做效果的时候，好帅。我先进的。